嗰边咧就主持人讲，开边冲紧上嚟正通白马，里边想咧够紧智上咧就唔系咁多啫，兜到嚟最后百零米啊，冯耀正马房咧对马翻嚟喎，豪胜分前十一倍咧仲系占先嘅，但里边咧一冲过晒，咁啊够紧智上赢马嘅跑零五豪胜分前第三名正通白马，第四名最后一波大魔王跑第四啊，哇头段讲。